各位观众，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伊娃计划生育回头看的第16期。今天呢，我们要给您讲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叫李达海的小孩，他怎么样从计划生育这个虎口里面虎口脱身哦，能够生存下来。那么我们也回顾一下，在纽约的中国妇权，还有对华援助协会，他们怎么样能够帮助曹如意一家。就是说帮助他们这种非常艰难的生一个孩子在中国。那这几天呢，我也在民进的网站上看到一条消息，就是说有可能今年的年底或者今年明年的年初，就是在中国会完全取消计划生育这个所谓国策。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国策说真的就是彻底取消，我也不觉得是什么大快人心啊，或者是感恩戴德的事情。因为从1979年到现在将近快40年了，中国的计划生育国策，那么以这种借口来管理中国人的，剥夺了中国人的生育权，然后管理了中国妇女的这种生殖的这种系统，给中国妇女带来很多的痛苦，给很多的家庭带来了这种血的这种灾难，或者是死人啊，或者强制堕他们的孩子。那么中国妇女的这个肚皮哦，真的说句难听话，就像试验田一样，今天上面说多生吧，明天说不要生，就说是一个非常激进的这种试验，可以说鲜血淋淋40年一下回到这个计划前。那40多年呢，就是说具有就是中国官方承认的数字吧，有2亿多的堕胎，那么有上亿的妇女被结扎，或者是说使用了各种的这种避孕工具哦。那生育可以说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天赋的人权，本来一个家庭有一个孩子是非常幸福的事情，但是呢，在中国，如果是说生了第二胎的妇女，怀了第二胎的妇女就像罪犯一样，会被人监视、追捕、抓或者罚款送到医院去，就是说这些年真的是要么就是巨额的罚款。那么曹如意，如意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名字，海达呢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哦，小男孩子。说起来呢，她今年已经5岁多了，的确可以帮妈妈做一点非常小的家务活了，但是她可能自己到现在不会知道自己是一个死里逃生的孩子，是一个从虎口脱险的孩子。当然这里的所说的虎并不是说老虎，老虎吃小孩的事情我们听说的还是不是很多，这里说的虎就是计划生育这个恶虎。那今天呢，我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中国妇权在那个中国的项目的负责人姚晨先生，来给我们谈一谈他怎么样曾经帮助曹如意一家，帮助他们在这种非常危难的时候生下了他们的孩子李海达。那么现在请我们的导播请出姚晨先生好吗？姚晨先生您好，姚晨先生您好，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哎，你好。那姚晨先听到了，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设备还是有点问题哦。好的，那我现在呢给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因为您是第一次上这个节目，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姚晨先生的简历。那么姚晨先生呢，以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那么在1997年的时候，因为在境外那个截获了一架俄罗斯的这个反潜直升机，我对这个战略上的机器真的是不懂，那么就引起了中共内部的这种争斗吧。那他作为一个替罪羊，就曾经入狱7年。我不知道这些信息是不是完全准确啊？以后呢，姚晨先生可以纠正。那么出狱以后呢，他就参加了在纽约建立的中国妇权的 GNGO 组织，负责中国的项目，中国妇权在中国的项目。那他在中国呢，就领了很多的人，做了很多的工作，其中包括呢，在中国反大陆这种拐卖包括儿童，包括妇女，那么也还有关注中国的计划生育，还有帮助一些童养媳怎么样找到他们的父母，怎么样协助他们回到自己的家。那么在2013年，因为姚晨先生帮助张林先生的小女儿小安妮的维权活动呢，那就惹怒了这个中共哦，就被那个拘留。
在2013年的九月的时候，因为他帮助张玲的小女儿去来美国的签证，就被当局呢判了1年多的刑。那出狱以后，他于2016年的1月23日就流亡到美国。目前呢，这个姚琛先生一边打工，还是同时做那个妇女方面的工作，做那个中国妇权的义工哦。那我曾经呢跟他在纽约有2次相会，但是呢都是在会议上，我们没有时间聊的很多。那今天呢就邀请姚琛先生好好的跟我们聊一聊他曾经做过的工作。姚琛先生，我们现在访谈就要开始了。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是觉得您是作为一个军人哦，一般男性呢就是对妇女啊儿童啊不太关心，您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机缘能够接触到中国妇权，然后关注就是计划生育方面的工作，请您谈一下。我当年呢就是出狱以后呢没事干，然后呢经常到寺庙里去修身养性吧，调整一下心态啊，在寺庙突然发现了这个安徽的很多寺庙里有丢弃的女孩，因为计划生育啊，和家庭生了女孩以后呢，把以前都把她弄死，这个后来因为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下不了手，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刚生下的孩子呢，说女婴呢就送到寺庙里面尼姑庵，这样的话呢就是留下指标去生儿子。这个寺庙的尼姑呢，他们呢是出家人，但是他们也是女人，他们也希望呢就是说有个孩子，一个是承接这个寺庙里的香火，第二个呢也为自己这个养老做好一些准备。这样的话呢一收下来以后，一打开这个头以后，就很多人的家庭就把生了女孩就把寺庙送。我在安徽安庆市的一个县级市叫桐城的，就这里面的寺庙里面，这个计划生育30年来，据不完全统计，有1000多个女婴送到了庙里。有很多的女婴，因为她们都是早上天不亮偷偷的放到寺庙门口，有的师傅开门晚了以后呢，这个孩子呢要不就冻死了，甚至被野狗给吃了，剩下了一堆这个骨头啊，很残忍。因为那个师傅们这个香火不好，也养不活很多，再加上社会上呢有些家庭没有孩子，有一部分孩子呢就送给了这些人家。那么我从2008年开始介入以后呢，这些寺庙里面呢还有100多个孩子。那么中国通过我们协调呢，中国妇权呢就募集资金呢给孩子们补助些生活费，这个这是我开始介入这个活动。然后呢就是跟中国妇权这个张金这个取得联系呢，这个我就正式的从事了这个工作，就是义工，也不拿工资的。除掉这个寺庙的女孩呢，然后渐渐的扩大，就发现了中国计划生育以来出现了大批的儿童被拐卖的现象。过去听说过中国一些家庭这个把孩子送给别人，那是因为养不活送给别人，都知道父母在哪里。那从82年最多的时候，高峰的时候是82年，真正的拐是80年，你知道这个中国的计划生育是79年开始的，拐卖儿童从80年开始的。因为计划生育以后啊，孩子越来越珍贵，所以呢，人贩子看到了这个人这个市场，就开始拐骗，后来发展到抢，全国呢就是被拐的儿童家庭太多了。然后我们呢在中国妇权的这个协助下呢，就办了一个叫回家网，通过这个网站我们最后发展到有4000多个志愿者。我们在大陆在寻亲，真正的寻亲的活动
也就是4到5年之间，我本人参与的就找到了28个孩子送到了他的父母身边。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但不去支持我们，反而对我们进行打压，没办法开展。因为习近平上台以后，2012年把中国妇权打为海外敌对势力，然后把我们的网站给破坏了，把我们的志愿者全部都给谈话解散了，我们有很多志愿者都给弄得哭起来了，吓死了。然后在这个寻亲的过程中呢，我又发现了很多问题。到了福建的时候，发现福建沿海大批的童养媳，我们估算了一下，很多家庭几乎上都有，有的甚至2个3个。这个童养媳的悲惨的个遭遇非常令人震惊。这个时间关系呢，有可能当时不在这个细讲。那么刚才那个伊娃女士就是讲到这个曹如意的事情，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这是一起海内外联手，美国政府、美国的国会的议员联手救助的这么一个孩子。那我打断您一下，那个姚晨先生哦，下面呢，您说您在国内所从事的一些儿童和妇女的维权的活动，那么我就是想问您一下，您当时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对曹如意女士的处境有所了解？就是说他们当时是怎么样一个处境？就是说他们一家。我记得呢是这个有一天晚上，这个张晶给我打电话，说长沙有一个女的叫曹如意，被这个计划生育办公室给抓走了，送到了长沙市妇幼保健院，就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现在很紧急，眼看呢就要恐怕对她动手术了，强制堕胎了，让我马上去一趟。我就连夜就是从合肥坐高铁到武汉，从武汉马上就转车到了长沙。到长沙的时候天刚刚亮。这个我到了妇幼保健院一看呢，门口包括他的住的房间里面那一块，很多有20多个人，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我估计是看守曹如意的。那您以什么身份出现呢？这个外地人来进，所以呢，我呢有个朋友呢在长沙，他的太太是长沙人，我就找到这个朋友，我在火车上就想到这个事情了，我就把他的太太到火车上去接我了，我俩一到，这样的话呢，他在前面，我在后面，我们就往里面走。站一下，他用长沙话就进去问这个计生办人呢，看的是一个长沙人，然后进去一看呢，就说就像一个亲戚一样的。哎呀，如意啊，你现在怎么搞的？配合政府啊，你看看有些问题可以解决吗？哎呀，我就站在边上，我把那个数码相机呢，就是抓到手上，就抓拍了两张。然后呢，就估计讲一句，这个不让那个计生办人怀疑的。然后呢，这个出来以后呢，我就在酒店呢，就是见了这个曹如意的丈夫，小李先生，然后就做了一个视频，就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就传给了张晶。原来呢是这么回事。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这个中国妇权和这个对华援助协会，就是傅西秋博士，他们呢就是想通过这个美国国会的这个众议院的议员斯密斯先生出面来协助救一救这个快要被强制堕胎的这个曹如意。他们把我拍的照片资料呢就是给了这个斯密斯，斯密斯先生呢，当时呢就给湖南省委、长沙市委、市政府写了一封公开信，这样的话就引起了，就要求这个当局放人，把曹如意放回家，
我个人不允许对他进行这个强制夺，这是反类的。估计呢，这个信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第二天早上到了这个妇幼保健院，当然我不能进去，进看守看起来了，我就在门口。但是我听他们在讲呢，他们在开会商量怎么，就是不敢动手。然后商量的结果就是放曹瑞回家，但是呢，要给他一定的时限，要不就是流产，要不就是罚款。这样呢，谈到了中午12点，曹如意终于出来了。出来以后呢，我在门口就租了一辆，包了一辆出租车，早就准备好了。他一出来以后，我拉着他就跑了，就把他在那个农村找了个地方把他藏起来。藏起来过程中呢，那谁我都没说，包括这个美国这边的人我都不想说，因为网络不安全，执政办要是发现他以后，就有可能把他抓回去，又去，因为中国政府他也怕这个海外的这个，特别是像史密斯众议员，这个影响力非常大的，但是呢，他也会采取手脚啊，就要堕胎的。那会儿我就把藏起来了，藏的过程中呢，很多人问，包括国宝也在打听，应该不知道。然后这个当时她已经怀孕7个月了，后来呢，藏了以后大概生了到了分娩了，这个生下了一个胖小子，那谁这个帮小子他呢接长生得的是呢？非常好的。谁他帮他接生的？他这是在，不是在医院生的是吧？是在农家生的。不是在医院，在自己生的，这个是很危险的，对呀，对呀。没有办法，你到医院里就生不出来。这样的生出来以后呢，就是，生之前我去了一趟，问问有什么困难，没什么困难。我跟曹如玉的丈夫在一个秘密的地方见过一面，然后生出来以后呢，他告诉我，生了一个胖小子，然后我就通知，因为当时我有事儿，我就通知了这个中国妇联的这个苏珊兰和陈启堂，他们一块儿去看望这个小朋友。到了他家以后呢，这个曹如玉一家人很感激中国妇联。那我们就说，不是中国妇联，一家族的，主要是要感谢这个史密斯议员，这个强大的这个国际压力面前，中共松了一手，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呢，他们家庭做了两件非常让人感动的事情，一个是给孩子取名叫李达海，意思就是得到海外的支持，才有了他这条小生命。第二个呢，就是做了一个视频，写了一封感谢信，就是给史密斯议员。那么大家也知道，这封信我们通过也传到了史密斯的议员的手上。我上次去见史密斯，议员的时候，史密斯还把我抓得紧紧的，搂着我说：“英雄，英雄！”哎，我说我不是英雄，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情况就是这样，好的。那么刚才这个姚晨先生呢讲了，的确是有点惊心动魄，可以说是从老虎嘴里把这个孩子，抢救出来。因为他呢，如果是说没有海外的这些有爱心的人士，不论是史密斯啊、夫妻丘牧师啊、张晶女士的这种关注呢，就是说在中国打掉一个孩子，真的是比捏死一个蚂蚁还容易。当然，你把他从医院能够接出来，马上送到乡下隐蔽起来，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但是中国多少妇女就是因为超生啊，或者所谓不合法的这种生育哦，他们的孩子就会出生在农村。那么这个时候呢，有时候会发生很多事情，或者对孩子啊，对孕妇啊，这时候孕妇就说有时候会这种难产死亡啊、出血呀、啊，孩子或者有各种的问题。但是不论怎么样呢，小达海就是说死里逃生。那么我借此机会呢，我会给大家念两封信。今天呢，刚好姚晨先生的那边信号不是太好，那我就多说两句啊。那我把那个史密斯先生给湖南省政府的信给大家借此机会念一下。我来找一下哦。那还有这个，
曹如意家庭写给史密斯议员的一封信，那我念一下。那等一下呢，请姚晨先生再给我们讲讲他们一家现在的生活怎么样。那这封信呢，是史密斯议员，他的英文名字叫 Chris Smith， 写给那个湖南省政府领导人的信。他的信是这样写的：尊敬的开福区计生办领导，并致长沙市计生委领导、长沙市市长、湖南省计生委领导，我们京系贵市开福区一位已经怀孕5个月的女士，名字叫曹如意，被街道计生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强行带往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欲对其实行强制堕胎或者引产，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曹女士和她的丈夫受到了拳打脚踢的野蛮对待。根据美国一些民间组织对华援助会和媒体记者对曹女士夫妇的采访，和对街道计生办一位女官员的采访核实，证明了此事的真实性。我们充分感到事态的严重和紧急，美国社会及媒体，甚至欧洲一些国家都在密切地关注这一事态的发展，全世界都反对中国政府持续多年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政策在实施中不仅侵犯了人们的基本权利、生育权和尊严权，还直接上伤害了千千万万妇女的身心健康。我们认为所有的生命都是上帝所创造，都有着不可剥夺的天然权利。我们注意到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世界也欢迎一个日益强大进步的国家融入国际社会，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长沙市和美国多个城市都皆为友好城市，有着良好的合作和美好的前景。美国人民关注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我作为民选出来的议员，有责任和义务回应民众的呼声。这次贵市曹如意女士的事情经过媒体报道后，成为众多的美国民众所关注。因此，我请求你们并认真地对待这一事件，停止对曹如意女士的强制堕胎行为，并保证其人身安全，尊重并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和个人尊严。我们持续地会关注曹如意女士的情况，并为他们全家祈祷。上帝保佑中国。美国国会议员 Chris Smith， 2012年6月7日与华盛顿。那我觉得作为一个美国的这种高官啊，他能关注中国的一个普通妇女，关注一个就是中国计划生育的这么一个小生命，也是令我感动的。中国的官员总是说自己非常忙，总是说日理万机，在整个计划生育中，我没有看到一个小到科长上到总理，我没有看到一个官员站出来说这个人的生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有一个小孩子他有出生的权利，就是说没有一个官员站出来，他们仅仅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那么下面呢，我也会念一下曹如意一家写给史密斯议员的一封信。就说他们的信是这样子的，那就是说，尊敬的史密斯先生您好，由于您持续不断的关注，特别是致湖南省领导的信函，我的妻子曹如意才得以被计生办释放回家。我的儿子于今年，也就是2012年10月14日出生了。在这里我代表我们全家对您的关心和帮助过我们的中国妇权、对华援助协会等等的好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儿子平安降临，给我们的家庭带来了欢乐和幸福。目前还有很多困难，因为他们面临着巨额的罚款哦，但我们一定会好好抚养我们的孩子，将来长大后告诉他们不要忘记了他来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不易，并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回报，感恩帮助过我们的朋友。在此，我们夫妻及全家诚恳地邀请史密斯先生访问中国的时候，能来长沙我们家做客，再次感谢您。这个落款是致敬李府曹如意，2012年12月与长沙。那现在请导播如果方便的话给我们放一下一个非常短的录像好吗，请大家看一看曹如意一家和他们可爱的孩子李达海。
大概只有二三十秒钟，那么下面姚晨先生就可以谈谈他们与现在的情况。他们现在的情况呢，因为我到美国来以后呢，就没怎么跟他们联系了，因为呢，怕给他们家添麻烦，也希望他们一家呢，这个过上一个在那个红色的恐怖之下呢，过一个安宁的生活，就没去打扰他了。但是我相信呢，这个胖小子呢，现在估计，也快要上学了，他会记得史密斯先生、傅西修先生、张晶女士以及很多人，细手挽救、夺取他这个生命的这个故事，他会记得一辈子的。好的。那姚晨先生有几个细节，我还是想再多了解一下。就其中一个，就是说曹如意女士的先生，被这个计生干部有打过，是吧？对。你能不能讲的详细一点，就是说为什么当时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会打他？这个计生办的人在抓曹如意的时候，这个他的丈夫，他的先生叫李府的，就是阻止，阻止呢就是被计生办人打了几拳。这个当时做录像室的时候，那个我跟李府见面的时候，当时他都把伤口给我看了，打得挺重的。那个曹如意呢是个很顽强的女人，所以在这个挣扎的过程中呢，也被背上被打了几下。哎呦，打一个孕妇啊！也被打了，打了呢，但是他们没有敢打往肚子上打，这个背上呢、胳膊上呢受到了一些侵犯，但是她的丈夫呢打得比较凶，那个拳头直接就是打在脸上、头上。哎呦。那就说据您所知，他们家会面临多少钱的罚款？还有就是说这个孩子的户口，将来上户口会有上学会有什么样的困难？就说据您所知。当时呢就是计生办就说了要罚款，这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个夫妻两个呢，这个都是因为李府呢，这是曹如意的先生呢，是一个餐馆的这个厨师。收入也不高，曹如意呢在生孩子怀孕呢也自己也没工作，还有一个70多岁的老母住在一个很破的房子里面，房子家里我都去过，但是呢这个房子呢估计要拆迁，那个他们俩说罚款我没有钱，要命有一条，那计生办说我知道你们有钱，因为你们家房子要拆迁，我们就会拿这个拆迁款来抵你的这个超增罚款。这个拆迁呢，应该在长沙市呢，市区的房子很贵的，应该是按照面积比，就是1:1的赔呢，一套房子呢，怎么的一个100,000-200,000人民币吧。但是呢，估计这些都不够去罚款。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户口的问题。这个罚款不交，计生办就说得很明白，罚款不交，不给孩子上户口，那就意味着这个小李海，他将来是个黑人，他将来是一个没有资格去上幼儿园上学的这个黑人。但现在呢，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了解，我还没有了解这方面户口问题和罚款问题。好的。那好，那我也看了那个傅西修先生当时就是为了帮助曹如意家打给湖南省的计生委的电话，当然对方我们看不到图像，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是一位女性，就傅西修牧师就问了详细情况，说你们要怎么办呢？那这位女士就说曹如意呢是违法怀孕，违法生育啊，我觉得非常荒唐。我觉得一个孩子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在这个国家他已经是一个罪人了。那当时就讲得很清楚，你要么就是说交一笔钱，他给他算的就是说农业收入的4倍，一年收入的4倍，就是要罚15万。但是因为你不听我的，你不堕胎，要罚的更多，又要加好几万块钱，总共可能要17-18万。那作为这样一个家庭，就是说是非常困难交出
这笔钱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政策就是说可以说真的是如马建先生所说的，就是不要脸吧。作为一个政府就是说，你要么我就是要你的命，你去把孩子给我剁了你就没事了，要么你就是拿钱来，要么要命要么要钱，就是这样的情况。就是给他们的罚款对他们来讲将是非常沉重的负担。那如果他们付不出的话，如您所说，小达海就会变成一个小黑人，那么他以后的上学、读书、就业、婚姻等等的问题可以说一就说是非常困难的。就是说您对他目前的情况不是很清楚是吧？不是很清楚。那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说基本上也要到此结束了哦。那我最近看了一系列的关于计划生育的节目，有的计划有的标题就是说生不逢时或者生不由己。那在过去的40多年呢，中国人这个生孩子啊需要种生证，那女性的本来是说身体是属于我自己的，但是女性的这种子宫哦是政府用各种的什么避孕环啊什么各种的器械哦来管理的。那我记得就是说傅其秋牧师给那个计生办的官员打电话的时候，这个官员就是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我们不讲什么人权不人权的，我们有我们的法律，那如果这个孩子在没有出生之前就是说我们是可以把他做掉的。但是我觉得一个孩子他没有从母亲的身体里出来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孩子，他也是一个人，蒙着眼睛杀人不能说就不是杀人。问题是在这种非常荒诞的这种非常残酷的国策之下，可以说这么多年来杀掉的胎儿杀掉的小生命是多少，今天我们没有具体的数字，是数以亿计的。但是这种的国策执行了40年，可以说真的是暴政恶与虎哦。那李达海，小李达海是2012年的10月14日出生的，到现在呢，他已经是我看已经是5岁多了，已经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孩子了。他呢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有很多很多的胎儿在出生前或者2个月或者3个月甚至10个月9个月都被计生办的人按在那个产床上打了针，活活的弄死。那我觉得史密斯议员，他令我感动，并不是说他因为他的高位，而是我觉得他那种对生命的认识，他觉得生命每一个生命都是上帝创造的，他有一种天然的权利，没有任何人能够剥夺他的生命权。所以而且我要说，没有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政府以任何一个可笑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杀害妇女腹中的孩子。那在这里呢，借此这次节目，我要非常的只能代表我个人哦，要感谢那个史密斯议员，要感谢傅希秋牧师，也要感谢中国妇权的负责人张金女士。当然我要更说一句感谢姚晨先生，就像我以前说过，您是在第一线的，也是不但有这种车马辛苦车马劳顿的辛苦，更是要面对那些国宝啊计生干部啊警察这种威胁逼迫甚至要被抓起来的危险。就是说作为第一线的，像苏长兰女士后来也是因为做NGO 组织的工作被抓入狱，她现在出狱了是吧？你也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她的情况，利用几分钟。苏长兰女士她已经出院了，出狱了。出狱以后呢，这个身体不好，一直在看病过程中，这个家门口还是24小时被人监控。他出来到现在这个就半年多的时间吧，他被带出去8次旅，他也没有，几乎是没有自由的，就现在是每年这么个状况。好的，那在这里要说一句呢，就是说要非常感谢苏昌来女士哦，也希望她的身体能够棒棒的，以后呢不论是在美国或者是在中国国内我们能够相见。那要说一句感谢姚晨先生，第一手呢我觉得去挽救一个生命，特别是从老虎嘴里挽救就生命，真的是莫大莫大的功德，真的是我觉得你一生中不要只说当个亿万富翁或者不要当一个名人，我觉得挽救过一个生命，就是说你这个人就足以让我从心里去钦佩。我觉得不论小
达海以后一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真的是令我非常感动的一个故事哦。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要结束了，那么我个人也会不断的为曹如意一家祈祷，也祝福他们。那我要说一句，那个小达海，我真的是爱你哦，也希望以后能够抱到这个可爱的小家伙。那么姚晨先生，感谢您，感谢我们的导播，感谢我们的观众，下回节目再见好吗？姚晨先生再见。谢谢，谢谢观众，谢谢网友，再见。好，再见。